Echo 玩透透。哇，苏夏，我们刚刚吃了美味的大会，只要参加这个活动，你就可以用超便宜300块日币吃到了美味的汉堡早餐了。那我们要开始出发喽。好，你知道今天要骑几公里吗？81。那你知道补给站总共有6站吗？真的超夸张的，81公里，总共补给站6站，就让我们敬请期待，准备出发吧。哟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喜欢的路线，羊蹄山绕一圈。而且呢，虽然今天羊蹄山有一点若隐若现的，但是看到整块大块田园的风光，而且呢，那个有点丘陵地上上下下的感觉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真的，如果羊蹄山全部出来，这个景色无敌了。而且还有牛，牛，对，鸵鸟。而且它补给站超夸张的，有草莓，有柳丁，还有什么樱桃，还有呢汤咖喱。最后我们还吃到非常美味的鲜贝，真的是补给站超多的。明年就让我们一起来参加吧。回答我问题呀、啊！我知道樱桃园，樱桃园、嗯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全北海道市民都一定知道的水果街道，然后呢，它叫做红果园，距离二世谷开车只要30分钟车程。你知道吗？刚在前面一盒樱桃居然卖5000日币，现在我们进来采果可以吃到饱，耶、yeah ，超美味的。我们昨天在那个杂志上面看到那一家，就是很漂亮的那一家饭店，你不是说，餐厅，你说要带我去吗？就在这里啊，就是这一家 CK Lab 啊，距离我们的入住区域希拉夫区域呢，只要开车不到15分钟就可以抵达到这里巨志安镇。然后这一家餐厅呢，超厉害的，他的老板秋雅，他呢是澳洲人，然后呢，他就是用这样子
旧仓库改建，然后里面呢都是非常纯正日式的。可是你知道我们家是什么料理吗？是什么？是非常美味的，看起来是意大利菜，是意大利菜，意大利菜看起来超像那个日本料理餐厅的。没有，它就是极具日式风味，但是呢是吃非常好吃的意大利菜，就让我们来去品尝吧，期待。